能链创始人 CEO 能链致电董事长戴震，以50亿财富位列2022胡润百富榜第1221位，也是能源领域进入百富榜最年轻的企业家之一。由戴震领导创立的能链，凭借高成长性与出色的科技创新能力，积极推动能源行业数字化、去碳化、品牌化发展，并入围胡润全球独角兽榜。2020年，戴震获评胡润百富颁发的最受尊敬企业家、产业领袖荣誉称号。戴震表示，作为能源变革时代的企业家，抓住历史机遇，为用户创造价值，给社会以回报，不辜负这个大时代，是自己的使命。